系，比较忙一点，嘿呀、啊，好有机会去 HTT 是。哇靠！好，我去骂人了。没有啊，HTT。咖喱的哟。啊，算了，我先去尿尿。好冷哦，好冷哦，好冷哦，好冷哦！这时间过超快的，我今天晚上进不去酒杯吗？不是啊，说好10点，10点要玩啊，结果啊人又不在，气死！好啊，都这样子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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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一起玩都是假的。白痴，而且我刚刚摆正听从的东西没有调好，我刚刚跳通知没有看到东西。这个可以删掉了，把一些没有在玩的游戏删掉。家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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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去送礼物。啊，这边留下来应该都知道我 CWT 不会去啦，啊，就有去的自己注意安全，注意戴口罩，那就是人家送的礼物啊，吃的啊什么的，就是不要去吃。不是不要去吃啊，尽量不要吃啊，因为很危险啊。反正那个什么，我不是都说送什么吃的给我啊，这样子。那其实就是很多人也是都是避开那种手做饼干，尽量都是吃那种Seven 买的有的没的，就怕里面就手做的啊，里面不卫生啊。数不会是啊，长针啊，还是什么一些？好懒得弄，不是啊。如果你有缺的话，其实还好啊。毕竟你后面要强化的素材都在驱魔之地啊。
哇，都是垃圾，没有了。来来来，这个。下哦，看一下。好了，他应该偷骂我了。喂，喂，嘿，钓到一条大白鲸。嘿，嘿，你在讲笑话？啊啊！左边，哎、欸，看你声音好大啊！哎嘿啊，靠腰，声音超大哎、欸，怎么会？我换麦。哦，而且弟弟讲话。哎、欸。为什么大家声音都被调大声，好恐怖、喔！他是故意大声的。不是，我刚刚按一下使用者音量，竟然是200%。你们不会出去的时候调到、啊？嗯，不可能。你们又在躲猫猫了？是有是的。我找到你了，但是你死都不出来。我给你机会嘛了，你继续来。不是。那你可以节操一下。哦，好。现在机会码是 www 哦，不 www 瓦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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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两喵他饼干太可爱了，那死了没啊？怎么掉啊？问你啊，队长，队长看不到，救难了，发不是送信，那我怎么看不到主队长？不是，机会锁。长这样子，你怎么可能知道这是什么？哦，哎、欸、，Nice 有药吗？因为等一下应该也是四个发具。不然你们，反正阿憨有没有在你们那个群组没杀？哦，对啊，这个房间也不是我开的啊，所以他进不去了。这个没有，不是因为他会进节操那边哦。好，你有他好友，就叫你把他删掉。哎、欸，你这个很好笑哎、欸、，Easy 问号，对啊，Easy 问号，而且尾巴差点是 G 八，好险不是，你是不是想变 G 八 ？Easy 问号 ，G 八的，啊，现在的机会锁真的是很可爱耶、欸，这个，哇，现在机会锁是都是乱码，我怎么换了四个人呐、啊？谁啦？我不好意思啊。說你们在打什么你们在巨魔吗？没有，我在陪江江打他的那个力量护士。力量护士。哦，他被，他自己倒了。我都还没爆完。那等一下。打个骷髅。那算了。那个沈大宇长什么样子？沈大宇很明显，他的头会浮出水面。哦。哎。很明显，他长得就不像白金鱼跟黄金鱼。看到有个头很明显大，就是大白鲸。没有，他头上的鳍会浮出水面，很明显。你就是说，靠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可以，我刚才在趁这个晚上的时候都没有看到。我拍给你看啊。我昨天看到他两秒，他就不见了。因为白天了。这个设定真的太棒了，我一定要去实体留言部。你应该去 PS4 那边留言吧。你要去卡普通官网留言。我都要。好，就顺便把生物博学的食材也。干嘛？没事。你是想知道什么东西？他刚是想学永泽啦。我哦。哎、欸，那是永泽吗？那是猪太郎，那是猪太郎是吗？猪太郎吧。都薄了，我我有吗？暴风雪天气要怎么？啊啊！因为暴风雪天气，那、啊、就暴风雪啊！我要去找猫。沈大宇不会因为暴风雪影响。来啦，沈大宇长这样。好。有啦，有力量护士啦。我查那个东西啊，结果。很不明显，
他头上那个呆毛会浮出水面，就真的很明显。哦，你说那个蓝色那一条？狼你个头啦！右下角啦！啊，我右下角，我不是吗？你们看到右下角那一只呆毛？对啊，啊，那身体是蓝色的，不是吗？你说蓝色那一只，可是我怎么看都是先黄色吧？反正就是右下角那只啊。我知道，我看有个，对啊。好。我是看他身体是蓝色的。两个沟通出现的问题，我觉得有欸，就像软脚一样。有发现之后，之后武器全都不需要。你大声一点。我说之后的那个皇工会武器都不需要票权。强化之后的。啊，对啊，要打英雄王啊，不是吗？欸，我只剩下一个了，做不完。要打。我打那个打好少，你还有什么要打吗？江江，我要萤火龙，好，开出来，我要残爪龙的天理，并没有，请你用兑换，然后我要去打残爪龙天理，萤火龙，萤火啊，我看一下，我记得我也有萤火啊，三金两银，四金一铜，先打萤火啊，萤火的比较好打，对啊。你要哪一个？还是你是火龙的天理？哪有可能啊？虽然说刚才有火龙的天理啊，会吧？都是火龙类的。你们有最好的吗？我这边有四金一桶。我都没有，我没有四金的，我都有两金的。怎么可能会有比四金更好的、啊？有啊，五金。做梦啊！做梦、啊！做梦啊！对对，做梦。我先去洗澡，等你们出来。还是你们就好了。水。那你先去洗澡，去打三桌。啊？洗手还是洗澡？洗手啊。哦。我今天洗澡。我们出来啦、啊，那你先去洗啊。哦。大概在中吧。你洗手。你就直接按准备开始，我们进去就直接开始，又没差。除非你被丢包嘛，少一毛而已。那个最多就一毛。一毛两毛，靠，都是一毛任务，你忘记了？没有，两次力减、啊、一毛之后，你就那个，对吧、啊？送他一毛嘛。不要怕，繁星会让你在死前奶回来。不是啊，他被丢包，我没被丢包怎么办？哦，那好，请你赶快过去。好，我接了。赶快去洗澡。好，我先吃完饭再说。啊，怎样啊？变多一点。先洗手再吃饭。对，我还要雷狼龙的天理啊，天域，谢谢。没事，有保险金了。好，那我先去洗了。雷狼龙天域，你是不是要天域了？我要天域啊！惨叫，好多要打哦。长马尾帽的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装帽的都被人家嫌。昨天差点失去一个朋友，就因为 mod 这个东西。有这么严重吗？有这么严重吗？我怎么没有拿到好的装备？哇！刚好也要萤火的东西。啊，最最你有没有掉落物有发出光的？我比较需要那一个。有时候太阳太大，真的找不到掉落物在哪里。太阳太大，真的啊。有时候荒地那时候那个太阳照下来，找不到东西在哪。别叹气，老人家眼睛不好，需要辅助的东西看。老花眼。我是打呵欠。哦，不要打哈欠，会传染。HDD 什么时候开工？明天。我到二月三号嘞，好爽。好爽哦。连假仔。我请两天的特休啊。
哇！原本是293129开工啊，293 30。礼拜四、礼拜五。30 31。哦，是30 31，我30 31就给他请假请假。啊，就叫江江请，他不要啊。你他妈的！心动了，我敢说他。不会吧？他真的丢包了！他真的丢包了！我保护他。送啊！叔叔妹。继续逗他，没事。叔叔妹。哎、欸，他没有看我们，他没有看我们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大不了拿石头进去砸，不对，我没石头，抱歉。有啊，你可以敲石头下来啊。是我要敲一下才有，完了被发现了，我进去逗他。走走走走走。我突然转身去逗他。我拿着石头过来了。不是他执意找节操，他执意找节操。哇，他挨住了一第一下。我还在上面挖主机，天啊，中毒啦！节操，奶奶啦！奶来啦！节操，村子啊！哎、欸，那我去找节操。没事没事，奶起来奶起来。我先控他，我先控他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哇，我们真是有爱！我们叫节操，我们一人汇500块给我们，真的做不过去。真的啊，晕了，他跑去找节操。我操啊！哇，节操你好惨啊，节操，哇哦！欸，我们这样算不算代打、啊？是会代客收费之类的那种？也有、哦、感觉哦。手纯就它有一个好大的那个禁止符号。我们这种说，我们这是纯手工，不是外挂。真的、欸，还不是开外挂代打、欸，我们手工代打。对啊。要被ban了，不对，这个就算要ban我们还ban不到、欸，我们还不是开外挂、啊。对啊，这代客链应该很多吧？就魔物打不过，找人犯法吗？好，还有人要代客链呢、啊？这个有商机吗？没有啊。现在一大堆收钱的都嘛是帮你把素材9999不是吗？直接开个外挂就好了，还有人在代客练。刚才讲我们是纯手工啊。啊完了，节操是不是扛不了个大？我们离远一点，不要让他大节。可是他，我被抓起来了。哎、欸。黄眼婆，快走！啊，黄眼公，
我制造不出石头了。啊，有了有了，是是是是。啊，你把石头打光了吗？你石头都打光了是不是？我制造不出石头了。哇，我好像也没了哎、欸，糟了。我手上是还有一组啊。不是啊，我的导虫需要吃石头。啊。对，不是导虫啦，猎虫啦。我好像。我不想打他头了，想打他翅膀哎、欸，打头啊，没事，我只是控场而已，我不是要伤害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晕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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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人爱乱喷呢。哎、欸，请问节操人呢？对啊，我说他洗手也洗太久了，然后说洗手。不是节操人不见了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被挤掉一次元了。哎、欸，他不见了、欸。对啊，我刚是找不到他。等一下。可是他在扣血耶。他会跑到熔岩地带啊。哎、欸，对耶，他的箭头在熔岩那边呢。你、欸、他在家里嘞，我看到他在家里嘞。他血回来了，你 是回来了，可以开个麦吗？你是洗手还是去大便啊？是不是摸到冰冰凉凉的东西想大便啊？来了来了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刚不是跟你讲了吗？我知道啊，可是你刚刚被丢包哎、欸，我们在保护你哎、欸，我们在守护女王哎、欸。可是你现在人在哪里？啊，我了，我回家，我刚一出来就看到我被丢包，就直接丢回归去了。你们看我们在打吗？哦，我现在那时候不是，不是，你可以继续没关系啊。我们刚补的很开心，我是看到你血突然没有，我吓到了。我刚刚吓一跳，他们都不见了。你不用怕，你要你真的怕的话，你刚早死了，死回家了。我知道、啊。你真的要看一段这段直播记录了。哎、欸，我刚刚跟你被丢在一起，我直接冲进去救，先挡哎、欸，差点快哭了。你快死，我直接我马上狂克哎、欸。哦，好险，繁星冲过来，不然我真的挡不住了。好了，好，我，哎、欸，记得带石头过来哦、喔。我晕了，来不及了。你没带石头？完了，他找我了。好，我先洗。你没带土产过来，完了。来来来来，我真的制造不出石头了，各位。我也是。我真软了。我只能负责付出我的陷阱了。算了，我打刺，不，坏习惯，打脸。看一下我哪里没软过，我是应该软过头。可是我头也打过，也对啊，拔掉哎。我抓到他，我们一起抓他吗？没有啊。抓到他是不是、欸？我跟你一起抓他，可是他选择抓你。看一下我能不能打头软出石头来。没有啦，头刚将将是狂靠不是吗？对啊。我跟他算同一个吗？对吧、啊？造成伤害。我也造不出来啊。哎、欸，有石头了，有石头了，捡石头。我看到了。一群难民，石头好珍贵，比钻石还珍贵了。真的耶，打的这个石头真的珍贵到不行。OK， 聪聪，你有石头吃了，不饿了。爸爸好，爸爸好冷。爸爸好冷。范围。范围了。我砍超久的。哇哇哇！怎么滚的？啊，火龙。速滚！等一下，那个刺。真的是冥冥之中会回来这个地方。
有点毒。感谢。哦，恁真正讨厌的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哇！又晕了。哎、欸，风压。队长，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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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不到是正常的。在他的尾巴底下也有一颗石头、欸，哎，我们竟然没有发现他。我是那是之后的，哦，那之后的。尾巴。对，我要刚毅耶，我去打他头干嘛？破了、啊，两个刺都破了、啊。哦，龙炎龙大惊。背脊没爆哎、欸，背脊没爆。龙炎龙大惊、欸。那个垃圾，那个垃圾，那个垃圾还大惊。真的是垃圾还大惊。干，好像到还要再一场哎、欸！再一场、啊，再一场、啊。那这场打完我休息吗？哎呦，头又开始痛了。哇，你是不是跟我玩头就痛？我是不是没有？我很努力在补你了。没有没有。你中毒不会超过一秒钟哎、欸，我很努力哎、欸。我这是为了你们改掉很多快捷键呢、欸。好啦，我玩连续玩太多天了，嗯、头脑没办法。哇！我觉得是玩太久，快要晚上了。晚上，看你啊，你那边晚上就是晚上，我这是白天啊。没有黄昏啊。大家是一样的吗？我现在在黄昏。哦，好，一样一样。那个时间会随着队长的那个跑。哦。要再接一次吗？不接啊。我昨天龙岩龙的 RT 点四点，接了。我为了你们拔植物的任务都没有解到了。拔植物？我有个任务是要拔八朵植物的。嗯，我现在都不解拔植物跟拔香菇的哎、欸。还是有一颗啊，就是拔完就一个，就还蛮赚。哦，因为主要是因为那个啦，嘿，嘿，嘿，哦，我的包包太少了，包包格数只剩一格，我就没有去拿。哦，没，哦，你那个真的没有拿，你要拿的东西真的太多了。更变装备，锤锤补来喽。我现在都不敢，真的不敢中到9999了、欸，我都中到9000我就停手了。那9999有个困扰是，他一会跳出问你要不要卖掉。对啊，小猫探险队回来，每个都说满了哦。满了。我就是出去探索一下，猫咪不小心捡到一个爆炸果实，要卖掉吗？我就只是出去
就是那个啊，那时候在那个什么找环境生物，我只是路过而已，然后怎么换个地图而已，就跟我讲说要卖掉。陈威龙，哇，你跟我国小同学差一个字哎，啊不啦，国中同学，我不能说他叫什么名字，不过他姓洪。那就捡石头。好，我来了。我故意选锤子，主要是因为不会吃石头了。那边有石头吗？这里啊，平台啊，大平台啊。我看两个人在那边走、啊。他们捡竹鸡啊。我捡竹鸡，顺便捡石头啊。后面有石头、啊。有啦，捡了一个装火石。又一条萤火龙边的，萤火龙这边有竹鸡，有啊，这边有竹鸡跟爪痕啊。嗯啊，最怎么？还有鳞片在哪？嗯，家里面都在这边。怎么了？他刚才跟我讲，马上丢回家鱼在你面前。东西，谢谢。直接跑。快，我的弹弩好手要没了。哎，那这么快的吗 ？Nice， 回来，等下就轮到你了。HDD 回来。哦，算了，没关系。没关系。可是他也离开通话了。好吧，他没挂台，好吧。没有，没事，没事。刚刚喝了一罐水，发现你没吃到。抱歉，离开通话区。啊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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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龙哥，我撞吗？等到墙壁一点，你不要这么冲动。没有，我就是碰一下。哦，可啊，不然就这样啊，乖一点。我觉得有点危险。这边。过来点，要用石头丢他吗？啊，不用了。丢到了啦，丢到了啦。我没丢啊，我还没丢哎、欸。不是你啦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来，我来。哎、欸，白痴、喔！你在肩膀上哎、欸。我刚原在头上那个角度，那个位置走。哦，我穿短的衣装好了。本来就该穿那种衣服上去的、啊。没事。我去哪晕了？哎呦喂啊！我来，哎，好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软头，我来。先剁他尾巴。人家不软个尾巴，别动，你可以软一下。干！没办法，你被尖刺。我来，软头软好了，我来了，还是我先敲头。我软了，我软好，我自己软好了。好啊，让他下来吧。啊？不是啊，啊你怎么不撞墙？你没石头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石头。哦，好的。刚问你没有理我。因为刚问你没理我。好，对不起。另外一颗石头，尾巴我来了。我的爪子，哇！啊，我跑去哪里了？我被抓了。哎、欸，我在空中被抓下来、欸，你帮我挡哎、欸！对啊，我刚刚被他甩下来之后，那就跟我刚刚跟 HTT 一样，选妃环节，今晚要选谁？哇，又我了，谢谢，我才刚下来，哎、欸，我软了一些石头在地。你乱，要记得捡，不要乱丢哎。
来软尾巴啦！啊，我晕了。没事没事。陷阱来了。不用吧。啊？我不用陷阱吗？啊，都可以啊。挖几瓶子的想说，那、啊、应该说集那个针。嗯。他一直飞，我就打不到。可以撞，可以撞，我来了，有了，断了，哼，奇怪，为什么？哦，你是直接上去打头，不是要撞他哦？吉叉，你那招到底是什么？那个啦，那个通风斧的上车啦。哎、欸，那我怎么会被挤下来？我也被挤下来。我对啊，被挤下来。欸、我要直接上去呢。我刚刚就是想说，那不是钩爪 啊，怎么我也会被挤下来？因为我就是要准备再撞他第二次墙啊。我刚刚也是跟你一起下来。对啊。又垃圾判定了吗？是。你龙岩龙事件。又下来了，拿去啊！我在身体哦，我没有，我也在身体啊。啊，我在软化啊，我想说。好，那我来尾巴了。不是、啊，如果你要软化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啊、我本来是要插进去的，结果好走身体那边。因为锤子现在每次接完都是直接接钩爪派身啊，啊，所以每个只要有人上钩爪的话，都会跟我抢到，我就下来了。对啊，那个钩爪会啊，所以，我才会说你们要软跟我讲，我来，不然我就拿超重棍了。你又在这里啊？有没有听到啦？有。狂野，嗯，我在弄了。对哦。